伟哥老师来分享一下。陈乐明老师也是我们特别，他在台北市大台北社大里面几乎都是满课，都是在五个社大里面都有教。这一次回到我们特别听他回到家乡来讲，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到我们基隆来讲？所以这真的很不容易。好，我们再请我们陈老师来介绍他的相关。谢谢主任。好，校长、主任、各位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陈泽明老师。好，那我特别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我的艺名叫史特林。好，那你只要在 FB 或是这个网站上的话，你只要搜寻史特林，历史的史，特别的那个双木林。好，那我是凯雅电视台东南西北节目萨克斯风的老师。好，那所以礼拜四这一天晚上，我有在我们这个成功国小教萨克斯风。好，那欢迎这个进阶或是入门的同学都可以来报名。那假如你是刚开始要入门的同学呢，你没有萨克斯风，你也可以用租借的方式，一开始可以不用买乐器，全新的萨克斯风，租借非常便宜，让你带回家。那等你会吹了之后，你再考虑是不是要添购这样子。那通常我们在学萨克斯风的话，大家的疑问可能就是，我大概要多久才可以吹出声音？这个十秒钟就可以吹出声音了。好，那多久我才可以吹一首歌？其实，假如你可以吹出声音的话，我帮你按大概是三分钟，你就可以吹出一首歌。但是不是你按，是我按的。好，那假如是你自己按的话，大概要多久？其实，我在台北人大概已经超过300多个人，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吹出歌了，吹一首歌了，一个月。好，那我们像这个学期新开的这个班已经上的歌曲已经超过10首了。好，那只要你有兴趣，我可以保证可以把你教会。好，那在这边带来一首这个 Kenny G 的 Forever in Love 献给大家。那这首歌呢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天气比较热，而且大家可能也比较容易心烦气躁，那这首歌来献给各位，祝各位的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